神话农会整修完成的麻油，加工厂内底几位工作人员分工来合作，透过着自动化的机械，将这乌麻送入米条这火炉来加热，然后到水透过机械来浸油来过滤。那一天的量最少有3000台斤，就是胡麻油。那胡麻清油一天是500台斤。我有六卡汤啊，所以卡汤啊3500斤，那所以会当做啊21500斤。然后等卖完再做这样子。农会总干事表示讲，受讲到乌麻生化农会占大宗，而且配合市府鼓励生育政策，出生登记了送到麻油，这好麻油的产值唔敢来这放假。那因为那个市政府呢，今年开始就是送产妇哈，新生儿都有两瓶那个120cc 的麻油，所以我们去年就全部都没有了，所以在过年前我们就开始赶工。在利用着专注动画，而且机械对炒麻啊、加水、加过滤效率提升未少。整化农会乌麻油做的，听说韩国靠上大的无同，就是炒完烘焙之后直接榨油，所以是完全不含水分的。所以也保存机寒会当入固哈。而且哈，阮这套机还是全自动控温的，所以我们温度只要调到固定的温度，它就会自动压榨。其神化农会麻油的产值会经过着三道过滤程序，传统麻油的沉底得了两礼拜，现在只要一天时间就当来增干啊咯。因使用着无同款的机械，过程无沉底乌麻袋，不过大量个即乌麻泡，反手来下人煮物买起来做备料。即个麻油泡哈，它因为哈也营养分非常的好啊，所以农民进木瓜，还有甚至雷山哈那边的果农非常喜欢啊。还有小家庭你如果有种花种菜的都很实用啊。所以我跟他做麻油的时候会带起来，常常会断货。乌麻对采收、晒干、甲国麻收成，到送去到麻油井啊来浸油，需要人力来作业。几啊道程序，靠我都成就了芳醇的乌麻油。乌麻油真正是每一滴量相当珍贵。南面新闻台以下神话采访报道。